将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，也就是天路。因我们今很愿能求道求得三宝，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，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，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，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，使生更意义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，得到超生了死的保障。百年之后回到我们本来不家乡，所以先天大道是回天道，先天大道之宝贵，即是千经万典不如一点，此点打开玄关正门佛门，天堂大路一步直超级的生道，此点